几个弄了不来，三个儿子赚700块，二十五个盐麦子烤鸭，又能办你祖院子，再喝那二两，你看得意不得意？以后下去买的都得要。是的。大家好，我老师，几个大工程，给你要办一次鸭，几个管赚700块。走，现在开始给他办去。知道这个大车还过不了他那边的小胡同，得用这个小车一趟一趟的往这边拉。哎，走！现在也撒到齐活了，这帮一楼那帮一楼，昨天一条大街的撒网床都拉完一条了。老三老三，今个叫这小东西搬过来就齐了，走，出发！一二三。走了，这小东西不如大东西卸着，这小东西太多，大东西一门运都过去了，这小东西得一件件往屋里拿，这个可是老古董了，一般的年轻人都没见过这个东西，现在这东西买都买不来，这一个洗衣机起码得百十斤。快动！起活写完了，700块一到手了，走，咱去买个好的吃的去。走，这个怪顺的，三个小时都解约了。老板，你好，你好，来只烤鸭，再来一个，二十五一只，送一份烙馍，等等你吃吧。挑个肥一点的。好嘞，来三块钱，老板。好，老板有猪脸呗？有。那带你猪脸的，都要点肥的吧？换吃肥的。是吧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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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一等现金的时候，我要走了。啊，俺是给你存起来呗。啊，平时给咱伢子一把手啊，钱都是他拿着。来，大掌柜的，先给你个鸭嘴馋了。你搁这吃多，我弄二两解解乏。几个弄了不来，三个儿子赚700块，二十五个盐麦子烤鸭，又能办你祖院子，再喝那二两，你看得意不得意？要吃肉还是吃的肥的，肥的香。以后下去买的都得要。是的，你这给那伙计开多少钱呀？俺俩一人一半，700块钱，有人350，他有车，我有车。我跟俺伙计不一样，我挣钱都舍得吃的喝的了，做人啊也都这了，挣钱都吃的喝的，越落了嘴上，越落个肚子圆。嗯，对吧？老伴跟了我大半辈子了，也不少人受罪，别哭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师，今个80块钱买一块五花肉，今个做一个中华名吃八子肉，尝尝，叫咱都洗一下。这八子肉还是带皮的好吃，人家拍电视做也弄的不是，都做一点。该改刀，切成长条，切成大块，吃的时候更得意。我得倒点油。这个八子肉啊，先得有煎一个才好吃。现在煎的金黄的都差不多了，黄仁，再油太多了，等一会儿也都扣出来。我得配点大料去，这都是我的独门配方啊。再切点葱姜，放入葱姜，放入我的独门料板。放点生抽、老抽一起抽，倒入糖色，再放点盐，加水，盖上锅盖，开火，再让半小时。中华名吃八子肉出锅，来吧，老伴儿，开饭啦！老伴儿跟了我大半辈子了，也不少人受罪，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。你想吃啥，天天我都给你煮，给你买，懂不懂？咱不高兴嘞，吃那快吃，吃！你说提起那时吃肉的，原来心里他都那时候家里也穷，
哎，那时候难吃，吃起肉了，天天，嗯，生活天天越过越好了，会。好，别哭了，慢慢吃吧。嗯，我哭吧哭吧，再燃烧吃吧。那八字肉还得大块吃到当嘴。那时候我刚跟那谁结婚时候，家里还穷，一年除了逢年过节吃上两回肉，平常都根本都吃不上肉。我记得一回可清楚，俺那小王爷那妹小时候，天天爸我想吃肉的都没有钱给他买肉，天天那是下去拾瓶子，拾的有时候给他买点喝，攒的多了才割块肉。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，我吃饭吧吃饭吧。你说那时候都该难受了。哎，现在闺女大了，也不说以前了，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，现在都是向前干了。大家好，我老四，今个挣380，还有车祸的，刚才老板打电话要过去送你的，说啥不干，饿死的要我，受不了了，今个3点都起来了。哎，走回家，到时候饭还没吃的，3点了，弄饭还没吃的，弄点饭吃的，热的头晕，受不了了。嗯，这2天都是天热。哎，往水喝都出来，越喝越渴，越喝越渴，喝的拉肚子。哎，歇吧歇吧，不干了。老板干啥了？老板，看手机，看手机的。你现在在烧啥？天天吃饭不饿你？哪吃饭呢？快点，快点，来送我了。哎，又困又饿的，才给人家送完。你也撵得紧。咋起来恁早啊？是大舅哥？3点都起来了，4点出发了。给人家拉一车煤，还把下了人家晒三子烟来，你这样多可以。我问那个大叔，我说恁那煤今年多少钱一盒？他说的亩产一亩地的合五六，一亩地一合1500了。我今年他卖好的很，嗯，干蒙蒙的呢。都给人家拉一车煤，人家给150，再要给人家拉一车家电，给180。到时候没吃饭了，弄包面吃吃，休息休息。弄包虾尾，弄包泡面，一吃一喝多了。孩子这方面，煮5分钟都管吃。再下来泡面。开饭开饭，可以不饿回了。先弄口面垫垫。哎，这热的天吃面还不香了。咋弄呀？累住了呗，这个。肚子起来，早还累还困。是的，我也不是说你的，你有恁大的娘了，有的重活累活，能不干的都别干了。哎，这东西不是钱不钱的事儿，这活老者都给人定住了，不干咋弄呗？干啥事得讲诚信了，不讲诚信，人家不相信你了，对不对？超市现在太早了，天热的很，可能有点中暑了。昨天人家老者打电话，打几个电话，明天叫老者起来，哎，也吃不下去了，喝不下去了。休息会儿吧，休息会儿都过来了，暂时有点顶不住了，休息一会儿，睡一觉。